史，从教会历史中得智慧、得装备。愿你主你的灵赐福我们下午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的，继续看天主教的这个天特会议。你今天讲到第几章啊？这是第232页。232最下面，1960年代的Second Vatican 会议，梵蒂冈开会你就知道了，他已经没有别的地方给他开大会的感觉，只好在梵蒂冈，当然不见得是这样，但等他们天主教最后最近的召开的大会在梵蒂冈。 OK， 天主教和复原派曾多次携手合作，那我们也不排除在特别在社会公益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携手合作的，在这个反对堕胎上面天主教一直是坚持的，那反对同性恋者当神父也是他们一直坚持的，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底线，道德底线是在的，这样所以在别的方面是有一些可以携手合作的，那在救恩上面我们是没办法谈的，在福音上面是没办法谈的，所以算是现在真的算是表兄弟的感觉了，那不再是弟兄的感觉，但哎呀，行，这复杂在这，所以给你看这个历史的原因，就让你看到这历史的复杂。天特会议的宣言做出许多严肃认真的学术研讨，另一方面呢，那些引起反改教声音的复原派教义呢，和当时复原派对天特会议的评估也同时经过审慎的研究，如加尔文对会议早期结论的评估，和 Martin Semenitz 所出版一套的路德宗对这个会议的反驳，这 Semenitz 是路德宗相当重要的一个学者，近代学术界透过路德宗与天主教的几场对话和一些有系统的研究，如改教时期的判罪是否仍然带来分裂一书所记载的，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认为16世纪一些主要的差异，如教皇的权柄、圣礼的本质，与400年前是大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改变，教皇仍然凌驾在圣经之上，教皇仍然决定一切，他有最高的权柄。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当时复原派指控天特会议肯定的靠行为称义的教导，天主教也指出复原派的靠恩得救助长的放纵的行为，现代学者认为这种16世纪互相的指责其实是对将对方的一些极端的情况说出来，就是把对方妖魔化，其实天主教也谈因信称义， OK， 我们还是要知道只是他的因信呢是不同的信，他的称义还是要加行为，所以他没有说我们靠行为称义，他们还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加行为，那我们是说因信称义，可是这个称义的信心呢会使你过出圣洁的生活，并不会有放纵的生活，所以两边都同意我们可能在16世纪过度极端的描述对方，而不没有把对方当时的真正立场给谈得出来谈清楚，那当时当然也很难免，你那时候正在打仗的时候，正在不是吵架了，正在就打起来了，军队都来的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所以常常是一种口号式的，所以并不代表是最可靠最周详的立场，那神学就是如此，神学常常是很细节在分析，很难用口号，一用口号呢对方会听错，常常是这样，换句话说，现代基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神学对话，特别是那些用心研究16世纪历史记录及留心倾听对方表达立场的学术圈子呢，就是似乎就是雷根斯堡对话的这个延续，这场对话继续审查那些仍然使天主教与基督教分歧的教义，但讨论与让步的余地似乎比400年前增加了，就是我们稍微给对方一点空间，那原来从天特会议至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期间双方都如此坚持那些绝对不能妥协的差异，但我们现在都已经可以稍微有点空间，也就是我们上次以前也谈过了，两边可以谈一些因信称义的问题，但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不能改的东西是不能改的，教皇玛利亚这东西是他们不会改的东西，那个丰盛
那些圣徒丰盛不可以跟圣徒圣礼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呀，其实我巴文克在100年前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他们其实这个嘴巴说信心加行为，可是他们其实信心是无用的，还是行为。所以严格来说16世纪并没有完全错，他们还是有一点这种说白，他们口说心信称义，但是其实实际操作是按行为的。所以这种在 operational 上面的这种错误，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回到的就是圣理论、圣理观，你必须先信，然后按着圣理的这些洒水也好，这个抹油也好，各种的方法使你最后能得救的这种善行得救。对，我有一点觉得他们的信心是一定要有行为表现的信心。对，所以比方说你有信心，你就一定要行圣礼来表现你的信心，然后你才称义。那我们不是，我们是信心你就称义之后会有行为。对，所以都有这个次序放的不一样。对对，叫做就是我们在以前在上救恩论所说的 Ordo Salutis， 救恩的次序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严格来说，早期的圣徒也没那么笨啊，其实也看懂了一些这些东西，就实际 operation 上面，他们口嘴巴说是因信称义，但实际是因行为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很难说我们就真正跟他回去合作了，我们真的就只能在一些道德行为上面，这个社会公益上面的问题能够有些合作。天特会议的最后一次聚会，重新肯定反改教的方向 Counter Reformation 的方向，就是以及头两次聚会的决议，并且摆脱以前复原派争议的局面，改为针对天主教内部的需要研究。所以最后一次天特会议说，我们懒得跟他们吵了，这些复原派，我们好好的发展天主教。 Elizabeth Gleason 在这方面特有研究，他说对这一次聚会有以下的评估：天特会议主要的目标就不再针对复原派的教义或回应他们对天主教的批判，在教宗的带领下，他们的改革超越了 Counter Reformation 反改教的范畴，转向正面而积极的建立一个结构严谨、教导优良及管理完善的教会。这是他们想说，我们不理这些 Protestant， 我们好好建我们的耶稣会。上次我们也谈了，把他们的教皇的这个权柄更加巩固起来，就是、不用再吵了，就是教皇。上次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就是教皇最后说了算，对吧？教皇无误论，这个教皇是没有错的，只要教皇在的时候，这次的大会开的会议就不会有错，最后巩固了教皇跟结构天主教的结构 structure 的一个到今天为止的一个真正的就是，所以他们的所有的红衣主教 cardinal 都是他们的国务大臣，到今天他们 cardinal 就是掌有实权，他们的经济大臣在梵蒂冈的经济大臣、外交大臣。都是这些 cardinal 在做的，这个主教在做的，所以这些所谓的红衣主教，所以上次中国逮捕在香港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红衣主教，就引起了极大的这个国际讨伐。你随便逮人家，这人家是大臣，他可不是 cardinal， 你把加拿大的哪一个什么臣给一逮捕，你看这是不是国际的重大国际外交问题，所以中国 也放掉他，最后把他放了。这个实在不是，因为中国不太清楚，以为他就是一个传道人，就是一个 bishop， 就是一个神父，就逮捕一个神父了不起，我们中国逮捕神父可多了，对吧？只差你一个，他不知道梵蒂冈的那个神父可不是一般的神父，他们是国家开会，主教开会，他是回去的，他可以选下任，他有具有选举下任这个。教宗的这个参选权跟投票权他都有了。Okay， 他可以投自己票的。是可以投自己票的。真感动我要当教皇，他可以投自己票的。也可以大家一起商量之后投谁的。Okay， 所以这种梵蒂冈是国家之一，他是一个国家，他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 structure 结构是
没有什么跟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你看过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 Tom Cruise 去翻墙梵蒂冈那个电影，他是 Mission Impossible 4还是 5， 我忘了，还是 6， Tom Cruise 演的那个就可以大概给你看到一下梵蒂冈的本身的这个国防啊，它的结构，它的这个安全组织防御， 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国家。然后教导优良呢就没有了啦，这是他们的想法。管理完善呢，他们还是有主教偷钱在查在查这个，现在还在查。上一任主教退休跟这些都有关系，上任的教宗退休都是因为梵蒂冈里面本身的弊案，重重的弊案，他有一点不太想管，真的是觉得罪孽深重。我还是好，他有说我要是退下来好好祷告。那个 Ratzinger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主教，他在专门把性侵犯的主教搬调到别区的这个记录，他是 最上头的 Cardinal， 他就把底下犯罪的这些神父调来调去。是是，他应该开除的，但他们就在啊，算了算了 ，Brother So and So， 你就调到这边来吧。他就，所以 Ratzinger 早期是有这个记录，那晚期呢，在梵蒂冈又有他们内部的这种经济上的弊案呢、啊，各种的偷钱、丑闻、贪污，所以结构严谨是最对的。嗯，教导优良。这是他们的目标了，他们当时劝的，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伟大的天主教会、基督教会的这个。但是你看，我们这么他们这么多的罪人中间选出来的一个教宗会是无罪的？嗯哼，那是怎么回事？对呀、啊，他没有说他无罪，他是无错，他不会犯，不会在教会大会开会的时候的决议中犯错。哦，是他们。就那个时候，对，出来他就照样去，出来还是有可能做错事的，对。但所以他们会，他们的教宗也会有些彼此认罪。如果你看那个 Netflix 的那个两个教宗的那个电影，他拍的也不错，啊，也就会前任教宗跟现任教宗这个 confess 啊，认罪啊，我也是罪人，你赦免我之类，他们会有一些这东西是。对，我们尽量不再误解他们，给他们抹黑他们了，只是我们他们说的就是教宗 infallible 是在开 教会大会的时候，教宗最后的决议是没有错误的。这个还是有错，因为教义错的话，后面就跟着错，然后后面又不能认错，对，那个又不能 confess， 所以是无赦免的罪。Yeah, that's not good there. 对呀、啊，是。主教大主教，他等于是遮掩下面的人的快，等于遮掩下面的人。Yeah. 那遮掩的人自己也犯了大罪了。他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嘛？有份的，对。是是。是，所以呀， yeah, 这个东西，呀、yeah, ，I。天主教里面蛮令人痛心的一些东西了，这个是，但我们也知道 Protestant 同样会犯同样的错，对，这个是大家，我早上讲到也特别也提到了，就是我们 Protestant 也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错误啊，你如果不肯悔改的话，一样就越来越严重。对，我们比他们差的地方就是，我们即使在讲台上讲的也不见得是没错，他们在讲台上讲的就没错，在讲台上讲的是会有错。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弟兄姐妹可以用脚投票，就走了别的地方，对吧？这个教会再乱来，再乱搞的话，又不悔改，你可以说，也这是一个实际的。所以这 Protestant 本身的有一个内部比较快速的改革力量，就是在这里，叫做你如果叫做 market 吧。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很快速的改变，对吧？这个教会如果一直传假教义或者一直包庇犯罪的人，弄到最后就会天怒人怨，大家走着走，对吧？就是我受不了了，对吧？我去别的地方，那边。那我们闭口不言也算有份吗？对，应该是你如果知道该要提出来的，应该是算。
是新南长老在18th星期五晚上讲的这个叫做 The Evil of Banality， 这个平庸的罪恶 Banal， 就是 Banal 就是平庸，不算是最好的翻译，但就是一种我只为我自己而活，不为永生，不管什么都不管，没有对错。他永远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打酱油的，你别问我啊，这叫做平庸。你问他什么，你们教会有这个犯罪的事情怎么都不管管，你们都不知道吗？我打酱油的，我不知道，这别问我，这个你去问那个谁，这个都跟我没关系的。什么？那他我们那天谈的是西律王的那个故事嘛，那个西律王杀施洗约翰的故事。从西律王他杀施洗约翰的死，好像每个人都没错。西律王是被逼的嘛，因为他女儿跳舞弄得他夸下海口，不小心之后那只好杀了他。他老婆就是本来就不喜欢他，但也没有亲自动手，也不能算他。那这个士兵那跳舞的女孩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情，他就是跳舞而已。那个士兵也是，我只是奉上头命令行事，关我什么事？我就是 拿份薪水打酱油，他要我砍我就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旁边那些庆生的大臣也不知道是施洗约翰，哇呀 ，I don't care， 你想杀你想杀就想杀吧。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任何一个人说话，施洗约翰就那天就不用死了。只要有一个人说，哎，他是个好人，别杀他。参与晚餐的大臣，如果有人说，哎，国王，我替他求命吧，我替他请命吧，别弄他了，可能国王就有台阶下了。对吧？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个女儿也可以说，我听到妈妈说我要施洗约翰人头，哎呦，好恶心哦，妈你怎么那么恐怖，对吧？这个我生日想吃蛋糕，你要吃人头，你这怎么那么变态？她可以跟妈妈说，我不要，我才不要跟爸爸要这个，我要买千里马，对吧？对吧？她可以要一个别的东西，对吧？我要漂亮的嫁纱，对吧？我要漂亮的，她那女孩子，我才不要妈妈要那个 死人头，神经病。对，所以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士兵说我是敬畏神的，这个施洗约翰我不能杀，老子不干了 ，I quit。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说这是不对的，施洗约翰就死不了。但是 evil or banality 平庸之恶就是。大家都不干我的事 ，This is not my business， 对吧？这个 ，I don't know， 我就是打酱油的，这个关我什么事？那希律也跟他没关系。哎，那天我是被逼的，本来我也不想杀他。大家都没事，大家都没错，施洗约翰就死了。这叫做 evil banality。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孩被侵犯，看到一件很不义的事情 ，and you say nothing。现在生活上不是也有？就是这个，就是冷漠，不关我的事。两个，就是这个东西。冷漠，是因为有碰瓷儿的吗？碰瓷儿的，对呀、啊。因为有碰瓷儿的以后，我们都尽量，哎呀，别不管闲事，不管闲事。不管了，那碰上你怎么办呢？本来你想帮他，最后因为好多碰瓷儿的嘛。碰瓷儿的，他是被法院判的，就是法院站在类似那个方面。对呀、啊，所以后来人就一个是托，一个是真的骗。所以这个人就假装是被他撞了或者怎么的，那你去帮他的时候，另外人就要来找你麻烦，这个人就叫碰瓷。碰瓷就装是假去假装跌倒的也有。你摔了我帮了你，你反倒说是我给你弄伤了的，所以你说谁还敢帮人啊？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本来想帮你一下，他说哦，就要不然你为啥帮我呢？他是一个就是对他就是撞了以后他就赖上你了，就说你的你撞我了，其实是。别人你是去帮忙，是别人撞的。对，他就故意的，他就坐在那里要碰瓷儿。那真的会害怕。对，真的会害怕。我们本来做的就是这个，对，真的会害怕。那只有这个。不要在中国比较有这种感觉。台湾也是真的是挺多的，有的多，有很多，有很多。所以现在不敢管，就这个，因为有一个小孩子。一个老太太跌倒了，一个小孩就扶她，扶她起来，还老太太先赖她，她说是小孩子推她的，就小孩子还跟她老太太送到医院里面去了，后来又好了出来了，她就是告她说是要她赔偿，就在法庭里面居然定下来，你们知道什么呀？那个法官就说，应该是你碰她的，
你假如没有你捧他，你为什么要去帮他扶他起来呀、啊？对，这是法官说的话。对，老师教这个，这个是很著名的一句话。对，可是现在反转了，那个人自己承认了，他确实是撞了。那谁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他现在过了几十年，判也判了，什么都有了，但是他现在因为过了嘛，啊、他已经也赔了，钱也赔了、啊，后来他自己承认他确实是。哦，真的是他。那我就不知道这个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知道、这个。然后这个法官以后也再当官也当不成了，呀、yeah, ，被人舆论骂死了，舆论把他骂死了。所以这个东西肯定有很多碰瓷的，但是真是很多，有很多。但是那个家伙这个事情啊，他还真是把他撞死了。OK。我的天哪！这以前是雷锋，现在是雷锋，另外一个发疯的疯。对，确实有好多这样的。被雷锋了，现在。这个，哎呀 ，anyway， 这个我们在谈这个 banality， 这个人性中的这个邪恶，我们这种平庸的邪恶，教会里面也会出现这事。好，我们往下看，特别在1562年、1563年的最后两次聚会里，会议开始整顿教会组织，加强教会规条的宣传工作，这些与改革与复印派很不一样，因为。原因他们只重新强调牧职人员的特殊阶级，例如在守圣餐时，圣杯只有神父可以领受，平信徒无份，所以他们的改革并没有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仍是如此，这个领圣餐的时候，信徒只拿到饼， 在天主教只有神父喝杯。那他们醉的血，那他们说那个肉里头就有血了，吃肉就够了。不是，没有这样说的，真的是这样说的。Yeah, 真的是这样说的。那这个 pandemic 之前还是之后？四百年了啦，四百年了。他们就是那个杯，真的很可怕。就是只有神父喝而已，就是神父喝，跟或者是有一个 deacon 可以喝，有一个执事可以喝，反正教会有头有脸的人，可以大概两三个人可以喝得到。那我以前我在中美洲 Belize 高中的时候，那个圣教高中就是天主教。我们四百个学生，张明就他们两个人在喝，要报案死，他就来洒水，就是他会沾一点水，洒圣水啊。OK， 我就躲开，没洒到。对，我说 I don't want your blessing, you're welcome 。我信耶稣的，他说他也是，呀、yeah. ，所以。Yeah, 虽然如此，天主教改革仍然在强调其强调的范围内进行的非常彻底，他们还是有一些改革了，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恐怖的敛财，这个盖什么大教堂，稍微是有一些收敛了。那天主教天特会议也规定了主教们要定期探访在他们辖区内的各个教会，也要每年与他们属下的圣职人员开会。为什么要定？就是以前都没有人探访，对吧？这个 主教在过他的事情，一群教会在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知道。反正现在说，你这个既然当主教了，你就要去各个教会查看一下，查看一下，对吧？这个不能你在上面当大主教，下面都闹翻了，你也不知道，所以去看一下。那也要每年与他们属下的圣职人员开会。提供指导与劝勉，对吧？这个你都不教他们，不行。所以每一教区必须建立一所训练神父的神学院。OK， 他们开始有一些这些规定。最后一项结果呢？为一些像耶稣会的这些修会提供了很多机会，对吧？就可以拿到钱，可以来补助，可以开神学院、开修道院。特别主教们因此要负责安排属下的神父得到好的训练。并监督他们尽忠职守，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重新教育的这个努力，不能再随便卖教神父的这个位置了。这个他们大概有一些收敛，以前是神父位置就是用卖的，simony， 我们早上有在英文堂也谈，就是 simony， 就是这个 simon， 彭牧师，你交了多少钱才当牧师的？我 double， 我也想当的，你下来，我。奥贝宁，对，他像 auction 一样，就是你多少钱呢、啊？对啊，你给你想不想当 Helen？ 想不想当？给多少钱？他给多少钱？就来一个一个来，就有钱人就当了，就这边。你说这教会怎么？他有没有读过神学？没有，圣经都没读过，还读神学？
他可以当这神父。所以就是这种的，他在中古世纪的这 Simony 他们有一些是有一些修正的，就是他们要求要上神学院，要求要读一些书，要求要有一些基本训练才能当神父。所以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天主教是比较没有，我们没有听说这个卖职位的问题了，目前我没有听说过，也许有但应该没有。然后这现在都要基本上要教廷任命，要直接从上头任命，所以中国跟梵蒂冈一直无法建交，也就是在这个关键上面，教廷要任命在中国的 主教跟神父，中国说我们不用你管，那梵蒂冈说那你们那个天主教会就不是我们真的天主教会，是分裂的那个异端，就是有点这种，这不是，这野孩子跟我没关的那种，所以中梵一直无法建交，台湾梵蒂冈一直是台湾的建交国，就是这种历史原因，因为他要直接从上头派人来，就是这个教会是直接上头管的，那从康熙那年就是到现在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康熙也老大不愿意，这个为什么让你管？你们那是教皇的手伸到中国来的，所以中国这100-200年还是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就是皇帝不想让你管，这是我们赵家人管的，就是这个感受。那次的聚会就是那天特会议，还通过一些其他的改革，如赎罪券，虽然人继续使用，但必须控制好了，免得被滥用。以前那个卖的太凶，那个家伙实在太过分，对吧？现在卖要收敛一点卖，不能再像以前那种到处像卖台湾卖冬瓜茶一样，一杯2块，买三送一，对吧？多投几块钱，你的亲人通通可以上天堂。这种哪有这种卖法？以前就是那样，路德年代就是那种卖法，叫做一个铜钱到钱箱，你亲人的灵魂就从炼狱被释放出来，升到天上，叮的一声，对吧？他那个很会卖，那个销售员很会卖。叮的一声就是他的灵魂被释放的那一声，对啊，那大家多买一点。那么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控制一下这个，最好要教皇自己通过，不要理底下人乱卖。所以他们还是有赎罪券，我们一直强调他赎罪券还是在卖，但是不是这么以前那么恐怖的卖法的，那所以是收敛很多了。所以他们那但是这个赎罪券的观念是如此的重要，是因为他是从他的功德库出来的，这个 merit 从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deposit 里头一起可以发出来的，所有的圣徒的善行没用完的统统存在里头，然后由教皇统一可以来管理，他是这个可以签名的，支票可以他签名的，就是这个教皇是，对吧？这么多圣徒没用完的功德到哪去了呢？统统存起来，可以发给你用。对吧？妈的 Teresa 救了这么多麻风病人，对吧？积了多少功德，对吧？大家一起分一分。你都是怎么计算？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I have no idea， 随他算，随他算，空头支票随他开。那卖了可不可以再重新再卖？就说这样。也许吧 ，I don't know how they， 对吧？他老大说了算，你也没办法跟他反驳。所以他现在比较是两种券，一种功德券，一种赎罪券，投资一样的东西，这功德券就是赎罪券，就是这个东西，你买了他的功德来用的，就是赎你的罪，对，我的罪，赎我的罪，他的功德，对吧？这个他传了这么多福音， Saint Francis， 对吧？传了那么多福音，帮了这么多人，所以那个功德可以给你，可以抵来用的，要不然他存在那边，他自己用不完嘛。这么大的功德，自己早就上去了。他剩下的救了，对他们来说，我救了一个人可能就上去了，他救了几百几千人啊，这功德无量啊，这个跟佛教很像，跟佛教很像。他们努力建教堂，也是为了自己的功德，都有功德。为了救赎自己吧，都是，这都是一个，
啊，全部都在里头。你这个，他们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堂最底下那个放好多人的那个墓，那是啥的事儿？通常是圣徒的骨头会在里头，啊。嗯，还有他家人的，对，有的跟家人的也在里头，他们会埋在教会里。Yeah. 那这个是 Protestant 也有的一个传统，就是把亲人，我们这个教堂后面还有一些空坟墓，不是他复活，就是还没埋，还没埋教会就卖给我们了，这样，所以他还有一些坟墓在后头。吓人的。空坟墓。那是墓地了，对。Yeah. 就因为。你知道以前医学没那么发达，真的是到最近六七十年，什么一大堆抗生素啊什么出来之后，人才没死那么快。以前就是生个小孩，母亲死掉，小孩死掉是常见的事情，啊，然后牧师常常就在那边帮你这个，哦，你的太太走了，没有，你的太太走了，你的丈夫走了，你们两个再结婚。牧师常就办这些，牧师以前的牧师都是办这些事情。帮你介绍啊，你寡妇她对吧？你就你们两个家人再结合一下，免得反正你们又犯奸淫什么的，反正就结婚吧。啊、这个妈妈又死了，那个小孩又死了，就埋葬。所以常常就是这个牧师以前是忙这些事情，没有时间办别的活动，就是死人埋葬。人的寿命也短。对啊，就是这样。那结婚十七八岁结婚，35岁差不多很多人就走了。啊，就是从教会就从前面前院到后院就就是这样，都是众圣徒。对啊，这个 Protestant 也是这样的，这个一直都是。那但天主教呢是比较，我们谈的是这个是 Mary， 这是功德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他的圣徒不是我们这个圣徒，他的圣徒是真正很圣很圣的那个才叫圣徒。像我有时候就问他们那些佛教徒。Yeah. 就是说，比方说你们积功德，对，我就在想说，你们怎么知道要积多少？对，有没有什么 update statement？ 有没有 monthly statement？ 对啊，我就是谁去决定这个功德？所以我有时候我问这个 ，Yeah Yeah， how do they？ 他们这边是教皇，天主教很清楚，教皇他有生杀大权的。佛教是他们有些庙头有个规定，他比方说他弄个船。的图样，然后你念多少句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就点一点，念多少就点一点，你那个船整个点满了，就那个就是渡你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连船。OK， 所以那你可以去，所以你念那些有很多，就是因为那个人的功德有多，你念他的名字就支取一点下来，支取点下来就一艘船这样子。Yeah. 他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那、yeah. 你说谁规定的？我知道一定中间有一个哪个很会讲话的人，这三破群众就这样，然后就一呼百诺，就大家都去搞那个东西。Yeah. 那你本来是应该读佛教的里面的佛学的书去悟到那个道，可是那个很难啊，那个要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可是很多人都只会跟字都不认识啊，可是他就念那个去点那个来。所以一个是净土宗，就是那个点那个的；另外一个就是禅宗，或是那个什么公平啊什么什么的。且公平，你也不会知识分子的，还有别的东西。对呀、啊，要不然只有知识分子。对呀、啊，就是了，不然你还是不分。他就是他，佛教有很多宗的。是，那有四他那个四大宗，对。嗯。问题是说，如果谁算错的话，就比较麻烦，对对对到时候再。Okay, 在地狱门口吵架。我是我以为是这样，多少钱？这样算出来。没有，那个我问过那个问题，然后他们说我是智障。对对对。Okay, 那个智是孽障，智障的是。对。那个念智 ，OK， 然后障是障碍的障，说我是因为我的脑袋里面的知识成为我修佛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不会去修嘛，我就去问这个问题吗？他说我智障，我说你才智障，就不是他，不是那个智障，那个是知识的那个智障，知识成为你的智障碍，对，障碍成为我修仙的那个障碍，所以是没有缘。Yeah. 佛教是 anti-intellectual 的，
所有的这些迷信里头都有一种反智的 anti-intellectual 的一个成分在，就是不太让你愿意让你问问题，你问到他会很烦，就是一直就是对呀、啊，你就来乱的。你听过那个当头棒喝吗？嗯。你问一个问题，他拿一个大棒在你头上这样打一下，你这样悟到没有？哈哈哈哈哈哈！要反智障。反智。哈哈哈哈哈！这个连我们 Protestant 里面都有一些智障元素，有一些反智元素，这你要自己注意。如果一个教会一直在推一些东西，你一直问问题，他就会如果说啊，你这是。你这个问题是什么、魔鬼在里头心里做工什么之类，你就知道他已经进到这个反智的这个东西里头。对。另外呢，天主教继续通过对圣徒崇敬，刚才这个都有关联，赎罪券跟圣徒的崇拜，然后禁书名单。那当然加尔文的书当年是被禁的，在欧洲各地是被禁的，他的基督教要义后来就别人就把别的书把它放在里头，这个书皮换掉，然后再继续运、到处偷渡加尔文的书、所以有一次有一些禁书名单 Protestant 的书，大会对出版信条的平信徒用、弥撒经崇拜用及祈祷书、神父每日灵修用提供了一般的指引，这些文件含有大量的圣经材料，而且也显出只有教会高层人士可以掌控如何运用。大会最后也提到宣教使命，天特大会此时许多的修会已广泛的参加宣教活动，天特会议特别出处他们带到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及其他偏远地区，所以我们非 非洲好像一直都没有好好的，那边死亡率对，没有一直进去，直到后期 Protestant 进去、非洲好像一直就他们迁往南美，南美的确是整个拉丁美洲我们说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整个的进去。那北美洲如果记得没错的话，马里兰 Maryland 应该是因为它是天主教给 Bloody Mary 的那个天主教的 Maryland 好像有些关系，北美还是有一些天主教的一些早期的活动在、然后到亚洲，我们也知道我们亚洲一直都有天主教耶稣会的，菲律宾是，那我们中国一直也有早期在明末清初的这个耶稣会的，他们很早就进来了，的确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真的就是那个同一个时期，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大量的耶稣会到了中国。日本也有，对，是在北海道那边，对，就是他们那个大的那个岛没有，对，神州四国那样，他们、就是、北海道。对亚洲那时候已经非常清楚，欧洲对亚洲的认识非常明白，他们已经摸透透了，差不多了，对啊。所以他们知道要立刻要派人来、大会结束呢，教宗 Pius IV 任许了其中所定的一切教规与条例，他同时宣布大会的成果显出了神圣的智慧 The Divine Wisdom， 至于如何诠释这些教规呢，用什么渠道付诸实践呢，那是教宗的责任就大会开完了，教宗你去执行这样教皇不但与大会所倡议的改革挂钩，同时也保住了他在教会的中心地位，就是确立教皇的这个核心地位，所以这是聪明的举动。十五世纪康斯坦丁会议所引起教皇与会议之间的张力在天特中间就避开了，而且是结合了、以前在谈的到底是教皇，如果教皇跟大会中间如果有不同意见，到底谁对谁错，以前是问这个问题，现在是教皇是对的，所以该会议还避开政教关系这个大问题，也许这样做是明智的，因为 Francis I 法皇与西班牙皇帝 Charles V 跟德国的神圣罗马皇帝 Holy Roman Emperor 频频有冲突， Pius III 多年想与他们开会也没开成功，总体来说天特会议似乎持守传统那种教优于政的姿态， OK， 就是prioritizing church over politics， 但从欧洲历史来看呢，天特的改革方案能否推行成功，仍有带一些天主教的君王如 Francis I 跟 Charles V 的帮助，虽然他们俩互不信任，但他们就同样盼望自己在自己的国土甚至整个欧洲重拾天主教的合一精神，
到了16世纪中叶，天主教改革运动在改革家的忠诚合作与各帝王的鼎力支持下成绩斐然。当然教会内部仍然纠纷不断，在修会之间、教区圣职之间、教会与政治领袖之间，甚至皇帝之间也常常这个 吵翻、啊、天主教的这个内部之争加上复原派之间的争吵，后来酿成可怕的30年战争。1618年到1648年将欧洲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荒漠地带。那时候我们说死的人比罗马皇帝当年追捕基督徒死的还多。那这30年战争，也带来瘟疫。那个也是因为这个战争带来许多的瘟疫。应该之前呢，这一六段应该没有。还有一个瘟疫，那时候还有一个瘟疫，好多次，好几次的一个瘟疫。嗯，天特会议所展开的教会改革呢，在强力的君主支持下，大幅推动了天主教的更新，并带来暂时性的成就。那到了1600年，欧洲南部差不多再次成为天主教的天下。法国虽然有一些复原派的势力，但天主教是非常强的，其实非常强盛的在法国。那复原派呢 ，Huguenots 是被逼迫的。法国的这个很多复原派后来就逃到瑞士，就是这些时候，对，就他们就逃。其他国家如德国、荷兰南部 （Netherlands） 的南部 （Lowland）、波兰、匈牙利、这个波西米亚，差点归入复原派版图，但现在都重新投回天主教怀抱。信义宗就是路德的影响多集中在德国北部 （Scandinavia） 跟波罗的海诸国。改革中仍然节节进攻瑞士、德国。然后部分的 Hungary 英国、苏格兰，部分的法国。早些时候因为所面临的瓦解危机，现在都化为乌有了。天主教因为要应付复原派的攻势，又整顿了内部的颓风，终于再次站了起来。所以这次这个 Protestant 把他们激发了他们内部的这个危机意识，然后重新振作了起来。振作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振作，但是就是这个教义是越来越强烈的这个抵抗 Protestant 的这个运动。那平心来说呢，他们的革新运动算是成功的，他们的确是拆派了不少宣教士。他们的这个整个组织做起来，我们以前也谈到他们的不管是办学校、办孤儿院、办的医院，都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在中国早期的都是天主教，天主教是先到，对，这是最先到，对。所以他们早期的翻译什么都是什么法王啊，每一个使徒都是法王，他直接用佛教的这个经的那个法王，就用法王这个词。其实法王老实讲呢，本来是也不差了，但是佛教用多了，你这就分不出来你到底是法王还是使徒还是什么。所以后期的这个基督教的经文在很清楚的有一些新的改进的翻书翻译，在和合本上面会有很明显的一些的现代中文的翻译，那就要跟佛教要区别出来，对，用白话文。但是白话文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文？就是和合本是第一个运动。那时候胡适他们都说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好的白话文，就很精炼，只有少数几个字，可是很活灵活现的描述。是非常好的。那之前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是白话文，对，是啊，都是文言文的。对啊，然后有些小说是白话文的，比方说那四大小说，他们的白话文跟那个圣经翻译的白话文是差不多，不过圣经翻译的白话文非常精炼。白话，你像我们看的那个《三国演义》，对，那个就是白话文，叫做白话文，文言文的还是多一点，有文言文的，对。不过那100年前的人说话就那么说了，对呀、啊，那清朝人讲话就那么讲。你去看那个，以前为什么需要说书先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老百姓也看不太懂，你就有一个有读过书的人当说书先生讲故事，讲的口沫横飞。我现在也当说书先生，你们都不先看，所以其实你们可以买书先看的。你们可以演超过我的进度，对吧？
害我还要当说书先生。像我们自然的时候就是喜欢听说书，所以有声有色，你自己读起来好玩多了。懒惰，读过了没用。懒惰，懒惰。所以我要引用陈佐仁牧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北美啊，没有知识分子，没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专业人士。”没错，对呀。我们都是专业人士，对我的那个专行领域非常非常知道的，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对，就是这种，没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专业人士，所以还得请一个说书先生来给你们说书。But oh well, whatever it takes, right? 我就觉得，哎呀，与其逼大家回去读书写功课，我就说书吧，你们也别太大压力，我们就好听啊！看过了，都看过了，都看过了。我跟你讲，确实是这个。我现在看这个英文的东西啊，英文的小说就不大记得住啊。看英文的书就不大记得住，除非看我专业的书能记得。专业就是专业人士，这是专业人士，对，都是这样。上天以后，上天以后，啊，上天以后，以后永生。我们说对定义，比如说我们说基督坐在什么天父的右边呀，那个玛利亚上天以后是啥样啊？啊，对呀，这就麻烦又来了，问题又来了。他们是什么样描述天国的？我的意思是，哦，他们的天国和我们讲的天国是一样的吗？不，那个圣经对于天国没有很 detail 的，圣经对于天国。没有很 detail 的描写，你现在如果你看到当初的一些书哦，有很详尽的描写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是摩门教出的，一个是那个守望台出的，那都是异端，我只是好奇他们怎么讲。对，我，但是我觉得韩师傅讲的，他也可以解释成是 metaphor， 就是说比喻的。Yeah, 那他们也是一样的，和我们说都要符合一样的身体，一样的是吗？我还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复活的身体，这个我没，就是，每个人也都没有看到太多的，对。但是他们唯一就是最清楚就是 Queen of Heaven， 就是天堂有一个皇后。所以我刚才问玛利亚，嗯，就是玛利亚，对。可是玛利亚还没复活啊。复活了，开玩笑，他升天，他连死都没死。所以我就是有好这个厉害，你知道玛利亚？玛利亚是直接升天的。提到这个 Queen 的这个东西，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个不是。他说有，他说有就有了。我因为两天比较，我只是好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他们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大概定下来这个玛利亚升天的这个教义，他们是从各种的传说、旁经、伪经各种的。赤金，然后说玛利亚是无罪，不但无罪，她还是跟基督一样是升天的，她连死都没死。基督为了保护她妈妈，使她免受死亡痛苦，就直接接她升天，所以到天上就当 Queen of Heaven。所以我们纪念基督升天，他们还有玛利亚升天。哎呀，这个，对呀，啊，你说圣经哪里有记载？教皇说的有就有，你少啰嗦。他除非从别的地方来，圣经里面有。圣经没有。你们还有很多自己的嘛？对呀，啊，就是说除非从别的。各种的传统嘛，那传统只要教皇认证，这个传统就变真理了，你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他是无误的，教皇是无误的，所以他说有就有。对，他们就开会决定啦，啊。玛利亚是升天的，那你玛利亚无罪，生来无罪，然后死都没死过，直接升天，对吧？是玛利亚无罪，那玛利亚的妈妈也差不多无罪，他们也差不多把他弄进去了。他叫做 Santa Anna， 就是原因，就是 Saint Aunt， 就是你，就是我那个 Aunt， 就是你这个 Aunt Santa Anna。他妈妈是 Anna， 所以路德那次被雷打到的那次，他没有喊 Mary， 他直接喊 Santa Anna， 他直接找祖母更快。可爱吧他们，可爱又可怕，哎呀，真的是你，
这个这种宗教已经变成一堆的幻，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加在掺在圣经里头。对，圣经没那样说。所以这个，我记得那会儿圣经不是有一次说耶稣对他妈妈说什么，你的妇人怎么怎么样？没有。对啊，对啊。就是我与你何，对啊，我与你何干，对吧？对啊，就是有个这样的话嘛。对啊，对啊，那个其实就是在有切割。对呀、啊，就是免得后人搞不懂，所以就是，对呀、啊，就是第四节，耶稣说：“嗯、母亲，我与你什么相干？”那原文，母亲不是，母亲是妇人，原文是妇人、嗯、，Woman, what do I have to do with you？ 对，哇，跟妈妈这样讲话，对吧？当时印象很深。所以你就知道，那他在天上有什么特别地位，从圣经里就看出来了。嗯，所以他不让人。对，所以不用你不要读圣经，别读圣经，免得出现异端。出现你们就变成又变了一个路德加尔文出来，那还得了？别读了，别读了。对。所以他们是讲究仪式，天主教讲究仪式，东正教讲究默想，我们基督教讲究好经读圣经。读圣经，对，别想了，别再去幻想，好好读圣经。对，是。对呀、啊，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所以，呀，所以这个玛利亚在天上没有什么特别地位，但天主教就是无法动摇的圣母，圣母，她真的就是圣母。东正教在 Russia 比较多，对，那是比讲究跟耶稣基督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非常讲究默想。Greek 也是，希腊正教。对，你看，再讲一点就结束了。天主教的革新运动非常成功了，的确是他们动用了国家力量，的确是动用国家力量在弄的。几个大概刚才提的三个皇帝、三个国王的这个国家力量，西班牙是当时掠夺南美抢了多少黄金的这个国家力量，不得了的，当年西班牙非常有钱，可是他们后来也经济破产，因为那个大量的黄金造成国内的那个通膨，他们后来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对，也就是西班牙人后来也发现了为什么科学发明都在英国，因为英国没抢到黄金，只好好好努力。英国是基督教的，英国也想抢黄金哦，他们没抢到，气死了他们这个。南美通通黄金这些州都给西班牙占掉了，他们以为北美也有，结果发现北美怎么空空的，就群印第安人什么也没有，气的真是好好发展科技吧，就是结果至少这些历史学家就是没不相信神的历史学家也看到英国的崛起是跟这个找不到黄金，跟找不到黄金是有关的，找不到黄金没有塞翁失马，真的是找不到黄金呢，你只好好好努力发展科技，发展各种工业、国防。啊，但西班牙已经富了大概800年，他们真的就是一直都是有钱的国家呢。英国的造船呢，大概在14、15世纪就超过西班牙，他们就是已经整个技术就已经，就其实英国累积能量已经累积了。他们在 Watson 发明蒸汽头之前已经累积很多能量，但他们就是没有那个机会出现。那西班牙先抢到黄金之类，他们英国就对英国慢了一些，但他的那个工业底子其实是远早就已经远超这个西班牙，他们当年的纺织业早就远超西班牙跟矿业，所以英国的崛起只是迟早的问题。他们。呀，这个科技。东南亚不占了我们很多地方。呀，占了重要港口了，但大量黄金搬回家，那个、差太多了，对吧？所以他只好开 East India Company 之类的这个东印度公司，到处做这种交易买卖，他们用这种别的方式。所以英国的 capitalism 很强烈，就是慢慢就出现了亚当·斯密的这个 capitalist 的这个。论点，他说什么样能使国家致富呢？我不要抢黄金，我也可以致富。
其实他是蛮天才的 Adam Smith， 里面就资本主义的这个东西，他，我读了还是蛮惊讶，这个小子对吧？这个理论，他是怎么让一个农村富起来，对吧？他说你一个铁匠一天能打几根回纹针？你就炼铁打回纹针，你一天能打几个？但我弄一个生产线，这个砍柴，那个烧火，那个切，那个熔铁，这个拿出来打，我一个村子对吧？一个星期我可以生产3万支回纹针，我们就发了。哎，是啊，他就发了。流水线，他这是就发了，所以英国工业哗一下整个崛起，超越全世界啊！北美就宣布独立，美国在独立后大概50年就超越英国，这一片都是我们的地，都是英国的商人过来嘛，就大大，你才跟我小孩才跟我讲，那时候 William Penn 那时候多有钱，对啊 ，Pennsylvania 那个，对呀、啊，他就身上已经超过了英国了，多有钱那个。整个那个，我这次才知道，这个 Pennsylvania 是那个什么 Edwards 那个国王欠这个威廉派的债，就把这个地就给他，抵给他了，然后就 Pennsylvania， 对 Pennsylvania， 就是那个威廉派。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在查的时候，就是这一块没有黄金的土地，怎么产生这么富裕的强国？他们做出一些研究，是有些原因可以追溯回去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法律稳定，那个很重要的是英国法呢，是他们是大洋法，大洋法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结构，叫做前期的这个判决呢跟后期可以参考。大陆法呢，欧洲的德国大陆法呢，是我要想得非常清楚的规条，对吧？每一个都要想清楚然后才能判。英国是我现在想不到我就先判了，OK， 判了以后可以照这个参考，要再推翻我还有力量再立法再推翻都可以，所以它有一个活动性。美国现在是照英国的，美国其实是英国的这个，对，美国是英国的这个大洋法。 对， 对，所以你要当律师你要背很多的 case， 啊 case， 如果你前面已经有一个怎么判的 case， 你可以 reference 它，然后三权分立也是英国当时已经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国王的稳定性不会再一直闹革命了，反正大家稳定下来，也不要再搞革命，革也革不出东西来，就是这样的三权分立。然后国王也不能跟你抽税，国王又不能立法，对吧？他也没什么实质权力，要出兵还要 Prime Minister 的决定，所以就整个把权力分掉之后，英国就稳定了。不像法国那时候，皇帝一个人大权在握，全部都是他的。法国的腐败弄到产生了大革命，所以这些历史学家弄出来一些东西，就查的就是。这个贫瘠的土地，北美的土地居然出现这么强大的帝国，是怎么出现的？它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头。其实因为更早期抢到黄金跟那个资源的是荷兰跟西班牙，荷兰也蛮早抢到的，荷兰比英国早抢到大概100多年。所以台湾早期是葡萄牙跟荷兰嘛，对吧？所以是，后来才。郑成功才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佛摩萨，就是一块荒岛之类的，有一些野人跟汉人，对，反正就是那群那个荒岛之类的，但是很漂亮，它是什么样，所以他们就占了。就是天主教，现在英国应该是以天主教为主，英国是根正教，是 Protestant， 对，哦，对，英国是根正教，因为就是因为无敌舰队沉在英国外海。才根正教才保留下来，要不然那时候西班牙的确是按着奉着教皇的命来打英国，要把英国收回来，这个乖乖回家判什么变，所以是上帝，我去历史里面也看得出来是上帝之手，就是他们 那些船大部分是在台风中毁掉的。英国的船因为在他们北边北海常常他们的船其实在大风浪中沉的少很多，因为他的造船技术也好很多，那西班牙船就是无敌舰队就沉在里头，所以以后造船不要再取什么 Titanic 啊，什么无敌啊，这个上帝都沉不了的船呢，对吧？一出海就沉。所以英国皇室现在就是都是遵循的跟着是 Protestant 的，是 Protestant 的，对，是
英国我们那时候也谈过了，他们那个是苏格兰的，对，呀，那英国那时候一直是教义上没有离天主教太远，但他们的组织上是自己的 Protestant， 但后来教义有内部改革，这个圣公会里面有内部改革，所以 除掉了一些天主教的元素，如独尊玛利亚为最高，那个在那个就没有了，对，那个除掉了一些。所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个 Anglican。对 ，Anglican， 对，嗯，安利甘教会。Anglican 就是在在 England， 就是他只有在 England。那苏格兰那边。Scotland 是 Presbyterian， 是长老会，对对。然后那个爱尔兰那边。爱尔兰还有天主教。都是天主教。对对，爱尔兰。尤其是北爱尔兰。对。英国这个大不列颠岛复杂哦，你不要叫他们英国，他们火大。We are Scottish， I'm not English， 他火大的他，所以。到今天这个，现在他们不是经济不好了，他们很可能这个苏格兰他们也要崛起了。早就想独立了，上次是已经被他们欺负了多少年了。上次是那个女王伊丽莎白出面恳求，有一点真的是你们别独立吧。他也没有命令他们，没有权利命令他们，他就是恳求一点，哎，别独立吧。这个后来他的影响力下有一点，那现在这个儿子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查理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所以大家等着看吧。不知道这个，反正英女王的死在苏格兰，她的别墅不是别宫，对，就是 Balmore， 对 ，Balmore 就是在 Scotland， 对，我想他故意安排自己死在那。他们很爱他，他真的是故意的，其实是故意的，他就希望苏格兰人别走，他们是想到这些有政治原因的，对啊。他常去苏格兰，他在苏格兰就是一位老太太跟人家打招呼，大家很喜欢他，常常就是很朴素的一个老太太在街上买菜跟大家打招呼，戴一个帽子，所以大家很喜欢这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人又好，对吧？所以他们对英女王的这个感情是在的。 OK， 那现在这儿子呢，这个那副样子不知道， we don't know。 他现在他就是有那个苏格兰是欧洲的，这个英国他是要脱欧的，对对，所以这个又是个脱欧的，已经脱了，因为但是他们想 stay 的，想回去，对，苏格兰就是要待在，对对，欧洲的，呀，其实他们也是蛮那个内部也有些不太合，像他们钱的话，有些钱在北苏格兰那边，他们自己印他们的钞票的话，你在那边，如果你拿了他们那边钱的话，同样是那个英镑，可是拿回那个英国那边的话，不能用，所以要特别小心。那英国现在英国最讨厌就是核子潜艇都停在苏格兰。你独立了，我们核子潜艇你们都拿去，所以有一大堆东西要吵的。这个 ，Annie 为什么在讲这个 ？I have no idea 被你们带歪了。Protestant 讲起来 ，Protestant 哪一边是 Protestant？ 他们不是经常要 Protestant 和那个要打的？对，在爱尔兰有一个大概30年，1996年有一个。坐下来谈的叫做 ECT， Evangelical and Catholic Together， 有一个，也就是别再打了，他们那个爱尔兰的那个共和军一直要闹独立，一直杀来杀去，我们天主教跟基督教坐下来谈吧，别再流血了。所以他们有一个复活节 Easter Treaty 还是什么的，有一个产生的这大概30多年的和平，很好玩哦，这个世界没想到那么复杂。不是，现在我现在学一些这个历史，就发现好像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来回转，就是过去都发生过了，现在又在发生，来回转，还现在又在发生这种同样的事情。以前人是又会，只不过就是忘了，好像是现在人家已经发生过。这是我们学的课文，相信那种课文，那是我们历史的课文。啥课本学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一幕，就是那意思。什么东西都没有新鲜事儿，都有发生过。对，那可惜就是人唯一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从历史学教训。是。
所以老犯同样的错。同样的错。本性啊。本性，对。好了，下课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学到天主教的这些的教义，也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真正的因信称义，好好的读圣经，从你的话语中学到我们该学的，也真的是怜悯这些在天主教中的基督徒们，信耶稣的，他们有些人愿意信的，求你自己怜悯他们，也保守他们，也保守我们自己，我们不以参加对的教会而做救恩的这个确据，我们自己要在你里面与你联合，与圣灵联合，赐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